这俺还没搬走哩，俺婆婆就在俺屋里放了个麻将机，这真是太强暴人了吧？要不咱先给他抬出去吧？你去问问那妈，这是啥意思？我哪知道呀？对哈，要不咱俩离了？你我跟着你实在是太受罪，太累。你别说这气话了，行不行？我这时候去找俺妈，让她弄走。我这不是气话，是心里话。你看，我都给你两个孩子养活那么大，也都有感情了。假如咱现在真离了，那对孩子们伤害会更大，更何况咱老三现在还不会说话呀。所以说咱尽量别走那一步，行不行？我就是一心为了孩子，所以才一人在。你再相信我一次，我给那边房子安顿好之后，我就出去挣钱。只要努力，牛奶面包咱都会有的。我这时候去找俺妈去，让她给她弄走。啊，别生气了。一路啊，咱妈嘞？咱妈去郑州了，结婚也快回来了。我去路上等着她，你上午劝俺那嫂子去吧。咱妈办事从来都不考虑，明知道恁还没有搬走哩，她都给那麻将机放那屋。我今儿个必须给说清楚，否则恁嫂子都不会跟我过了。妈，你等一下。干啥嘞？你为啥非要把俺这房间霸占起来呀？谁霸占恁的房子了？是恁要住这吗？这厕所我也没盖好的，水管也没弄，李家还不愿意住过来呀？他不愿意住这算完，反正家里那间我也给他改成麻将室了。那不行，俺这还没有弄好的，你不能用。咋？想造反了？妈，你如果再着急，俺那个家就散了。李家今儿个还吵吵闹闹给我离婚呢。你说敢不？吓唬你哩！你每次都这样说，如果俺俩哪天真离了，那我只有一个人领着老三打光棍哩呀！别跟那丢人呢！哎呦，我不管，反正是你今儿个必须把麻将机搬走，要不然我这个台扔喽！你要敢给我的麻将台扔喽，我给你的房子扒喽，你信不信？你别发那大火了，那样行不行？等两天了，俺搬过去住，你再用那房间行不行？你要早点好好给我收拾了，我都同意了。哎呦，你看你一会儿到家可别再吵吵了啊！今天我也是把这厕所盖到了一半，然后俺媳妇回家拿东西，到家一看，俺妈给那麻将机放到那俺那屋了，然后俺媳妇就生气了。哎，我现在只有赶紧把这东西弄好搬过来。李佳，麻将机抬走了，你别生气了。你搁家领着老三吧，我回娘家住就行了。我哪有空啊，我也得盖房子啊。我刚才也说咱妈一顿，她不会再那样了。你别收拾了，你跟我一块去理厕所去吧。别管我。哎呦，你再相信我一次行不行？只当为了两个孩子，你看咱老三才这么大的妮儿，你去劝劝那妈，别让那妈走了。你看这孩子多懂事啊。真的，你再为了孩子就再相信我一次啊！走，咱俩去一块去那院垒厕所去。你看看，我都快垒好了。走，咱去瞅瞅去。走，李佳，你说咱这厕所是垒成旱厕呀，还是垒成冲水那种啊？随便，咋着都行。要不垒成冲水的吧，就直接冲下边了。要不然咱这地方住的都有味儿啊，是不是？你自己看着办吧，不用给我说。我不是跟你商量的吗？是不是？毕竟咱俩以后再搁这住的。别生气了啊！对你肯定也更生气。你去做饭去吧，今儿个还吃老面条饭啊。